时间的。80ページ、教科書の80ページを開いてください。教科書の80ページです。第32課の児童課題を一緒に読みましょう。1番、今度の日曜日に遊園地へ行くつもりです。しましまつもりです。あ、そうなんです、しましま。今度の日曜日に下行く新式園。He's not a morning person, and as much as he wants to get the day started like his Japanese counterparts, he often finds himself back asleep on the couch with his cute dog Yume.
大家也知道，我以前吃的是 Fanco， 是我自己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买的嘛。然后现在也快吃完了囤货，网上买呢我又不是很放心，也不知道是不是靠谱嘛，那些代购会不会是假货什么的，给你们看一下。而且就是它30岁的补充剂的话有着7种，那我之前也问过他们的那个sales 嘛，他们就是说其实到了30呢你也可以吃20的，主要是看你自己的自身需求，因为和很多女性到了30岁容易要加班啊熬夜什么的，所以说就看自己的选择。那我以前就图方便嘛，就是买这个样子的一个基础款，但是呢后来我觉得很怕有一些东西是我自己不缺的，因为我自己不太熬夜嘛，工作也不算是太辛苦，所以也很怕一些东西是我不要补的，但是我补了它就是可以是定制化的，它可以搜索这个小程序，可以扫一下这个，它有一个 AI 的人脸的识别来分析你需要那种维生素，也可以填问卷，我个人是推荐填问卷，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做问卷的人，我觉得做问卷还挺开心的，做完问卷就知道什么维生素是最适合当下的我。它这里是就开口的，然后你就可以从这里抽出来，它这边还可以定制你的姓名，所以你家里面如果有2-3个人的话也不用害怕会吃错，每个人一个盒子，然后名字上都有自己的名字。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是有一个定制，然后可以是 AI 快速制定，还有一个是问卷的制定，大家可以扫一下玩一玩也不错的。像问卷的制定的话就会比较详细，像我的肌肤呢就叫做摇摆不定肌，它这边会有比较多的一个皮肤的分析，告诉你适合补充什么样的维生素，有推荐的这个套餐什么的，每次一包撕开来就可以。然后注意的是你在网上填地址和姓名的时候一定要填真名，测试好以后它是直接从日本那边发过来的，所以一定要经过海关的，所以说你一定要写自己真名，我觉得经过海关是质检的比较靠谱。像我这个是基础款，是有3颗，一种是完医美白丸，一个是活力星，还有一个是烟酰胺 plus， 这3个都是我测试下来比较适合我的营养补充剂。像这个小白盒也挺好看的，我就可以直接放在这个柜子上，每天这样子抽一袋也是很方便的。
Oh,